天还是拜托你一下啊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有今天来而已啦，谢谢你哦。三点我起来，你是无困还是已经起来啊？你是无困，你是无困还是起来啊？啊，什么？哦，哈哈哈。没事。三点伊还袂到啦，三点就到。三点我起来，等你来接我啦，五点吧。五点还没到，差不多五点半差不多。现在拢无接，现在拢无接。现在无接啦，你这礼拜刚来两工，尔无转啦，你无接表转。拜六。拜六。拜六嘛。拜六。对啊吼。拜六嘛，对啊。你捌来过对啊？今仔来看卖下对啊？谢谢。你唔是住市内？我住山下。哦，安尼路啊嘛就窄啦。好像说无。对啊。大家早安哦，大家早安。你这不就早？明天早？佩晨早？不要佩晨。我后边开始动了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再妈，哦，那两个。
今早早啊。今早正早，蛋蛋黑黑生生，好生生大三颗。难怪有啥物先天之娇女的，啥物打手。老明早，小文早，你最中早。难怪是先天之娇女，我无看三弟有些打手，唔知一只。我无看。叫来，靠，看，我相机。哎，三弟也八点档。档。哎，三弟八点档，按时，按时。来。三小档。哪位子档？你马上搬到那边。喂。你八三能不离啊？我用几只包好啊吗？我讲大包、小包的。有分哦。啊。我也知大包、小包是好。大包一包，小包一包包包。弄好啦。来包。哇，你当食只，再塞过来。我等下食。因为我搁食得过来，我可能无爱国点我就食。我嘛食食。而且加红椒，或者加芋头，好食。那今天鱼要炒炒。啊，对吼，你捌来食过？如果这。对，用买的。汤，一年出现一次而已。一次啊？对啊。哦，欧猫。你在欧猫？这不是欧猫。你见你在叫欧猫？开玩笑，我黑巴虎啊！欧猫好新啊！欧猫好新啊！昨天没睡是不是啊？有啊，太搬货，太晚睡了。搬货啊！搬货。对。你们洞口换新的是不是？移位置。移位置啊。
是便比较大吗？我要做一个招待会。什么招待会？你比较早还是我比较晚？你比较晚。我比较晚。我俩在睡觉。你比较晚。我让他睡覺。我大概早十五分钟而已。因为我刚才睡觉。你大概我大概早十五分钟而已，你就知道差多少了。你开车啦，啊两个你困啦，啊两个车一个你困，两个开始，你睡着。上天，咱上天。跟你早哈，那个龙龙早，跟你早安。水源吐槽。不是那个酒，那个酒不是要给我的，我要给那个路口的那个摊商。出国啊！我你袂丢啦。日本摊。今天看一下哦，这个应该不是出国了吧？啥嘞？大爸，昂雕，那个是昂雕吗？我看一下。这个行店还是收购啊？什么台？什么台？什么工课？我这边做两工，两天过这种工课，爱出头去做啊。出头去就做你俩，你不要老不得你的代志啊。需要等一下去拿一手啤酒给他们，就是让他们知道帮忙一下，谢谢，让他们帮我一下。因为我刚刚一个礼拜才来一次。老板在那里。我啊，二七八。礼拜六怎么去？礼拜六是我弟啊。礼拜六我还要去八卦山呢，礼拜六有两场啊。礼拜六八点九点，我应该看到你们两个。我弟。年太多，没办法去。我弟有来啊，我弟有来。可能很晚吧。因为他礼拜六好像他有事情，所以比较晚到。灰灰，阿弟，灰灰，咩个单？好单，我看着灰灰。你经常忘哦，我好像，好像应该还没有，因为他们昨天在整理。整理他们的冷冻库，所以冷冻库那个五金厂外应该要等他们冷冻库整理好以后才会进货。啊，会交你啦。会交。高姐，高姐。我爸。哎，不啦，我爸也有。
我把你。这是大了未？一分三八，我靠你！我爸了，你问啊，上讲你点啥工作？你等我讲啊！你件代志等我讲啊！几回啊？几回啊？几回啊？两百。直接一百。啊，你几千号？没有。你可以几千号吗？找你我吧。文龙，我昨天稍微瞄一下，你有去我同学的首播那边聊天，我稍微昨天有看一下。天就看个酒，会不会？他说你给我一个袋子，我等下要去买一手啤酒。给他们，就请他们帮忙那个声音小声一点。音乐。不要紧啊。伊买不起啊，伊买不起啊，喏。音乐啊，不是啦，我是记得好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听不懂什么